少年近年来深受许多年轻人喜爱，也常受邀各大音乐季进行演出。不料近日却传出全员不合的传闻，对于此事，他们也特别发出声明，并写下：“想先跟这阵子被纷扰波及，与这几年一直陪伴我们的朋友们说声抱歉。在团体长大的过程中，工作越来越繁忙，运作模式也必须不断修正。在这个月，因为一些争吵，慢慢变成对团员们的不理解。不过大家都还是愿意共同解决，在全员的同意下，重新决定新的模式后，再一起往前走。巡演与后续的计划都将会无限期延期。”直呼我们真的需要放慢脚步再重新出发。最后也提到网络上的各种留言也随着团队内部的互相理解而显得不再重要，剩下想说的感到痛苦的那些故事和原因都留给以后的作品吧。贴文一出，不少粉丝都在底下留言表示加油，我们会等你们回来的。